就很清净，都没有杂念，你不用刻意说。这时候巡视已经都是你过程里面来到这里，你就不用再去啊看这个呼吸，也不用观察呼吸，自然而然你的心就是很清净，好，然后呢没有妄念，很清安。好，那这个过程来到一心了，一定你妄念都调取啊，好，还有昏沉都没有。的时候呢，平衡两个都没有的时候，心是一个平衡的状态。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边呢，他这里讲到了中间的禅定呢，它是一个很特别的。你看他这边已经没有寻，他只有是代表这个出的往外寻找目标的心已经没有。所以你这时候，如果你熟练你的观呼吸的时候，你一坐下来的时候，你不用像人家啊特意去观察进出，而是你坐下来的时候呢，你的心已经呢对呼吸很熟练哈、啊，那呼吸呢，你自然而然呢就心就系在呼吸，慢慢的就稳定下来了啊，就不用刻意再去观察呼吸。所以这边呢来到这个有。是而已，无寻是我们的中间。好，然后二禅、三禅、四禅以上呢，到无色定呢，都全部是无寻无事了，他们都完全一样了。好，就是更深的禅定。好，那我们看606页的2468第八行，中境律无寻。好，这个中间定就是中境律，指中间定呢，它是无寻。无寻就是只有有事啊，好，所以中间境律呢，无寻为事，具三等次。三等次是哪三个？就是我们从前面上到现在哈，讲净等次、无漏等次跟位等次。然后呢，它只跟舍相应。好，净分的话，一直要把下面的舍掉往前进，然后中间定。也是舍，好，因为呢，他在这初禅跟二禅的中间必然也是舍，好，因为他不是根本定。那中间呢，出境律，寻事相应，哈，中间，这个是说言中间者是呢，指初禅跟二禅的中间呢、啊，所以呢。出境律那里的逗号请你划掉，出境律寻事相应。好，有寻有事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看这个表哈，它就是有寻有事，叫寻事相应，它是跟寻心所跟事心所相应。然后二禅以上呢，就是这里画一条线，好，有无寻有事啊，不好意思，二禅以上无寻无事，那我们这个中间定是无寻为事哈，二禅以上就无寻无事了哈，无寻无事。好，为中间境律是有寻无事，好，故彼胜出，所以它是呢，这个彼是指中间境律呢，它是比这个什么出境律更好，对不对？因为它比出境律更往前了嘛，好。故胜出，所以他胜出境律未及第二，但是还没达到第二境律、啊、所以你可以把胜跟未及呢画起来，就会比较清楚。他比这个出境律更殊胜，
他已经胜过出境率，但是还没达到第二境率的中间交流。